有心了啊，主播有心了。有心了，蓝脸汉。不知道大家的英语水平怎么样？现在考考你们。给你们来一串这个，听力题啊，给你们来个听力题，来一个啊。I'm happy to join you with you today in what we to go down in holy shit and the guilt dormers dinner for the dreamer in the hostility of you Nankito. 考考你们啊，这一句具体讲的是什么，扣一下。把手里干，掏手里干，应该手里干。哎呦我靠，手里干。哎呀我的天哪，兄弟，你是不知道你在干嘛，你在干什么，扣一下。哎我操，哎这边能遇到我没想到啊，哎这个一能遇到我，哎我这个距离保持的其实还可以。哎呀，亮牌是吧，行啊，让你拿一个人头，但是你不要有脸飘小伙子。这把没了啊，我就死一把，这把就没，我就发现每回我就一死一把，完了这把没了。艾克小戴他是个屁呀，他是个屁呀，我还没出手呢。他是个屁呀，手里干。扣一下，耶，掏，上当了，跑回家，杀到我出不了手，我希望他能杀到了，杀到我出不了手，我很希望啊。我希望他能让我出不了手，我求求了，我求求了。别给艾克啊，你要死你就死在那个位置就完了。呀，这个扣不应该啊，应该往左边扣的。手里干，
乱放技能，手里干，一下，手里干，喜欢乱放技能，啊？点燃一个手里干，喜欢乱放技能，来乱放，好一，不好杀，不去了。就这么个小憨批在我这亮牌，晚上还有人给他吹，我说实话他要厉害点也就算了，关键啥也不是啊。他又能怎么样你说，这技能敢乱放，我都没想到。来，那左边有眼儿的鳄鱼，只要不傻，别让他傻，这波他就亏。嗯，走去左边查个眼儿。掏打了我一发，来，哎呦，好闪现，那你瞎这五级应该打不过你，还好。我要不要再买把长剑呢？算了吧，不买了，就这么地儿啊。刚才大招吧，不是智能施法，愣了一下中间。来，好意，来亮牌，我有蜘蛛你有吗？哎呦，吓死我了，爬着来了。你好像没大吧，老哈子。哎，给你个手里干，回家木印了。那鱼小心啊，那鱼好像有点傻，我一看啊，这那鱼，那鱼在干嘛？你蛮大哥应该不能走，硬送我就没办法了，先杀个蛤子吧。哟，那我打他个蓝，
你在干嘛？算了，旁边有人，不杀了。三花聚顶，掏回来 ，Q 一下呀！哎，真的，刚才这怎么没死啊？这怎么会没死呢？我三花聚顶，他没死。怎么会呢？这怎么会没死掉呢？空了一个 Q 吗？这有点烦呢。又擦一身血，好吗？哎呀，这怎么都能 Q 过来，我操，简直了。稍微慢了一点，可能稍微慢了那么一丢丢。Q 中了还闪现，那 Q 中闪现拉开距离，你不知道吗，小伙子？这就别说了，主要是我手慢了，说这些没用。抠没抠中了，哎呀，烦死了！哎呀，有点烦。坏了，兄弟，真鸡巴装这把啊！我不可能让你秀起来，我也不可能让你赢。现在开始不说话了，跟你那蜘蛛还死了一把，有失误。
而且这个失误啊稍微有点严重。哎，我右边有人，好歪的 Q 啊！来个收集者好吧。给我升个十一，我需要个蓝 buff。跑红，那瞒着让他猜吧，没关系。我上了，算了，我先回家出个装备。我都不知道他闪现上来干嘛，在我有大的情况下他这么玩的，闪现上来要杀我，没明白。要打大龙啊，打大龙下路线不带了吧。
把这泰坦杀了。该我了。啊！给我下当了！哎呀，蛮族之王把我们下当了，还行吧。关键我的影子也在塔下呢，我的影子要没在塔下就好了。鳄鱼 MVP， 鳄鱼，这把鳄鱼确实很厉害啊！就这种艾克啊，千万别给他杀起来，杀起来就没法玩了。他不要命，你知道吧？他不要命，他如果有装备基础，他就是无敌；他没有装备基础，他就是个傻子。他只有两个极端可以玩，要么被杀，要么杀人，要么死成狗，死的最多死了八把，要么就无敌，一直杀。哎呦，一个抠抠的有点歪。抠的咋这么歪呢，老厉害，抠的也太歪了。把药卖了吧，我看看我们还能出个啥。嗯，你对自己的评价很正确。那我 Q 歪了肯定得说 Q 歪了，那我不能说 Q 歪了我说我这一波故意 Q 歪的，那不可能啊。哎，但解 Q 歪其实也正常吧。我让你根本就技能都放不出来。哎，让我掏死了。这艾克的英雄就很烦，他能躲我大招。ADC 不敢上，他就没伤害，没事。别着急啊，看看这鳄鱼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鳄鱼先把打拔了 ，W 一 Q 一下 ，W 过来掏一下 ，Q 一下再掏。过呀！我摁 R 了，我水都刷 R 了。这波 R 过来，然后 W 回去，正好一个影子一 Q 掏，泰坦被我大死，然后我们潇洒走掉，真恶心。
不是被控了，就是手没有跟上嘴，明白没？这也不能说是我的问题。光说有什么用？手没别人快，那没办法，那这不能是我的问题吧？那跟我有啥关系？那身体机能不行，那是。那是身体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太吓人了，抠没抠中，抠歪了，抠中了，这 ADC 我估计爆死了，没抠中，又没抠中，哎呀，真是烦！我建议截这个抠，直接可以就是不用瞄行不行？就直接点人就放的行不行？没伤害，那截技能没打中人，不可能有伤害。没事，让他踢到我那个身上的盾，夜刃之风。艾克，你退了，你说那个熊样吧，还退游戏了，就这点能耐，上来呀，就开始亮牌，哎，亮来亮去，然后自己死的不行了，啪，一个退游戏，这么精神病吗？这顺玉影杀阵。精神病单杀我，行，精神病单杀我，那也他。